近视眼手术是现在一个比较热门的手术，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大类，一个呢是激光类的，还有一个呢是非激光类的。激光类的手术呢，它分为准分子激光手术，还有飞秒激光手术。飞秒激光手术呢，它又分为全飞秒激光手术和半飞秒激光手术。这是激光类的近视眼手术。然后呢，非激光类的近视眼手术呢，我们现在比较常做的是叫做人工晶体植入手术，也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手术，是把一个带有屈光性的一个镜片，我们管它叫医学上叫人工晶体，植入到眼睛里头。其实还有另一类手术，我们叫做后巩膜加固术。这个手术呢，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球的后面，我们通过一种材料给它加固，防止眼球的不停的这个伸长。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和后巩膜加固术主要是针对高度近视眼，激光类手术呢，对这个中低度近视效果比较好。